我是双狼氏族的洛卡拉，我发誓要为氏族当个伟大的战士。这个誓言让我来到了奥格玛。新来的苦工，双狼只派得出这种货色，叫个萨满过来，先看看你够不够资格加入我的部落。 手下留情，不要被布鲁坎的外表给骗了。试试这个。 干活了吗？我们的生意一飞冲天！工作，我试试吧。我的氏族注重荣誉，大酋长索尔来自双狼氏族。 时间玩游戏，拿走护甲。 你还不赖啊，身强体壮，够帮我背背包了。我会证明自己的力量。 为了部落，为了部落，后吃饭。
能看你跳直吗？为了双狼。吩咐，不留活口。老家伙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我训练过很多年轻兽人，但没有人像你这么上进。为了双狼，不留活口。引兵翻覆，打走乌鸦。留活口，请听吩咐。为了双狼，哼，打得不错，不如砍会负责训练你。大酋长需要新的士兵。我很荣幸能效命，接下来要去哪？银松森林、石爪山脉，我一直都想去贫瘠之地。你还需要好好磨练。贫瘠之地果然名副其实，但至少我有老师陪着。我们好像走了好几年的路，布鲁坎说我还不能骑坐骑。我会教你五件事，让你成为真正的部落成员。第一堂课就是你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洛卡拉，对上赫兹鲁尔。布鲁坎，你看，那个牛头人有麻烦了，我们得去帮他。你竟敢踏进科卡尔的地盘！半人马先生，我只是在闻野花的味道，你看很漂亮吧？你把美丽的花朵踩坏了。大自然会对抗小害虫。我要用蝎子碾碎你的骨头，然后拿他的牛角来抓背。唉，看来没得商量了。上吧，古狼。这是大地之母的祝福，饼干。给我电箭！要干我是吗？工作，工作！朋友，祝你顺利。
我吗？我不知道哎。等等，我可以帮忙。再把他们打死。我试试看。要干活了吗？我要踩碎你们！洛卡拉，现在我来教你第二件事，这件事就是为了部落。酋长，为了地狱好。继续他工作，工作。香狼，上不算假了。
想知道科多班恩为什么这么有名吗？符文图腾，我们需要一个治疗者，而且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。一起走吧。呼呼，葛夫要去冒险了。布鲁坎带我们往南走，深入贫瘠之地。我们一路警戒着野猪人的突袭，但是年轻的牛头人德鲁伊似乎不太受控。你看，有一只可爱的小蝎子。你好啊，小家伙。哎呦，小心点，你的尾巴刺到我了。哦，那只蝎子只是在跟我打招呼了。你也太……感觉有点晕。卡拉，对上普雷莫尔！快看那个野猪人，好恐怖！这个不死蠢蛋！这是大地之母的祝福，饼干。就是我的快乐。那个术士好像有麻烦，他应该对野猪人客气一点。他们都是怪物，应该一起都杀了。要干活了吗？我们的生意一飞冲天！是吧？工作，工作。喜欢都可以看啊！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！你的死亡就是我尽情破坏吧！
他弄了。少爵，我吞了你的骨头。保证他们都很善良，只是有点臭而已。别跟他们讲是我说的。好，听你的。神的小眼睛真是太可爱了。别烦了，我在弄。听见亚门纳尔的召唤了吗？对，快来帮我，我可没复活这个巨大野猪人。而且我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毁灭敌人。坚持到底，我绝不轻言屈服。朋友，祝你顺利。杀戮的时刻到了，你的死亡就是我的快乐。亚门纳尔的召唤了吗？把死者带出来吧。好啦好啦，杀戮的时刻到了。轻言屈服。好啦好啦，你的死亡就是我的快乐。一个党，你们全部为了双狼。朋友，祝你顺利。你们全部总发功，靠我一个挡你们全部。喜欢都可以看哦。
顺利。欧曼蛋，靠我一个挡你们全部！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应该在期待我的感谢吧？那当然，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我们在贫瘠之地会需要术士的协助。洛卡拉，别忘记，无论外貌如何，部落都是你的家人，这是第三堂课。这位术士名叫塔姆辛罗姆，以前是通灵学院的优秀学生。通灵学院最优秀的学生，别搞错了。这段旅程的下一站是葛夫，你在干嘛？离水边远一点。洛卡拉，对上伊莎瓦克。葛夫，你要带我们去哪？哦，糟糕！加入战斗，迎向荣耀！巨型蛇颈龙！哼，达隆米尔湖的蛇颈龙大多了。啊，这算哪门子的好事？它们炯炯有神的小眼睛，真是太可爱了。要干活了吗？我们的生意一飞冲天！工作，工作。好啦，好啦。峡谷是我们的，为了部落。我试试看。是好事，因为我把猎杀野兽当成消遣，这一只应该很容易对付。他们炯炯有神的小眼睛，观察心得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寒冰剑会导致大型水生动物消化不良。明月城来的法师，有意思。我叫瓦登城沃。谢谢你们的协助，要是能活下来，我们应该一起作战，为了部落。耶，为了部落。酷。酷。为了双狼。我们的，毁灭吧，我的小宝贝，毁灭！
么？剑！毁灭吧，我的小宝贝！毁灭！耶！洛卡拉，这就是你的第四堂课。部落不害怕任何挑战，走吧，真正的任务才刚要开始，我们要去吉齿城找一个食人妖。啊，欢迎，你一定就是年轻的洛卡拉，请坐请坐。哎，看到部落还会派最勇敢的人来帮老卡扎克斯找失踪的火车，哎，我真是高兴啊。我需要你找出残余的货物，可以的话想办法取回火车的安全系统，对你这样的英雄应该不是问题。洛卡拉，对上一只大魔象。火车就在那里，但那个大雕像是什么？侦测到不明人形生物，启动防御措施。战斗完工了，影响荣耀。看来我们找到那个食人妖的安全系统了，可是它好像不太安全，我们得阻止它。不管货车里装的是什么，一定很有价值，而且能帮我获得更强的力量。系统校正。他们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真是太可爱了。为了部落，锁定目标，根本应付不来。峡谷是我们的，调整装备。尽情破坏吧！完了，我在动中了。传送门准备完成。大把兵。还可以回收再利用。锁定受害者。你以为我会怕你这个破铜烂铁吗？我单挑过五妖王，而且还活了下来。严格来说不算活着，但反而更好了，跟你不一样。强化，
凛冽不畏，加烈吧！汤姆星，你为什么会来贫瘠之地？有个资助者鼓励我来这里试试运气，他在我身上看到光明的未来。你根本应付不来。我的刀刃渴望复仇，我的刀刃渴望复仇，谨听吩咐，利刃呼啸。听吩咐，完工了。破坏，绝望，毁灭。这把老骨头还走得动？玩得真开心，玩得真开心，玩得真开心，玩得真开心。可惜开心不久，可惜开心不久，开心不久，开心不久。不久不久，尽情破坏吧！开心，玩得你，玩得真开心。点燃引擎。反制系统，玩得真开心，可惜开心不久。Mafferinka Mafferinka， 可惜开心不久。全力，全力冲刺，未能赢。可惜开心不久。好吧，德拉克瑞的杂碎。好吧，德拉克瑞的杂碎。部落万岁！部落万岁！可惜开心不久。我们办到了。这些亮晶晶的石头是什么？那些石头是圣光的碎片，和能量生命体纳鲁的结构一样。谢了，我讨厌这东西。来吧，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卡扎克斯。你做得很好，但我的货车有个碎片不见了。我的同伙发现碎片在一个叫费格雷的矿工手上，他在巴尔莫丹附近的矮人堡垒。找到碎片带回来给我。洛卡拉，对上塔文布莱德。是部落入侵者，拿下他们。有埋伏。战斗，迎向荣耀。我准备光天打架去。贫瘠之地怎么每件事都这么麻烦呀？废话少说，快点战斗！
他们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真是太可爱了。毁灭吧，我的小宝贝，毁灭！为了部落，强化防御就是最好的防御。胜利属于铁炉堡。小鬼，没了花俏的盔甲和武器，你就只是个虚张声势的大胡子。哇，我浑身是火！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真是太可爱了。愚蠢的矮人，他们热爱锻造，却不懂驾驭真正的力量。为了双狼，把伤者带回堡垒。为了双狼，林子也枯了，家也崩了。和我的小兄弟打招呼吧。布鲁坎，我以为这次战斗一结束，你就会教我最后的第五堂课。哼，你还没准备好上最后一课，还差得远呢。尽情破坏吧。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真是太可爱了。护甲，护甲，九成新的护甲。船锚攻击，先抢钱，再把他们打扁。学校是我在管的。好啦，你管来吧。好啦好啦。哎呀，要哭了吗？怪他。费格雷的家伙在哪里？费格雷，他发疯了，他找到几个大宝石，然后逃进了矿坑里。快点去找他吧，希望你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。我们搜索了巴尔莫丹挖掘场，那个小偷费格雷躲在矿坑底部，紧紧抱着那块碎片，里头的魔法显然对他造成了恐怖的影响。求求你，我不想战斗。洛卡拉，对上费格雷。费格雷，放下碎片。他改变了我，他也会改变你。
完工了。我们不会伤害你，只要把它交给我们就好。碎片在跟我说话。尽情破坏吧。完了，我在弄死了。我才不管碎片在唱什么地精舞曲，交出来就对了。嘿嘿哈哈哈哈，他们都有力量，但凑在一起会更加强大。像你还有你的朋友，我想想哦。好啦好啦，为了双狼，所有的碎片，我可以把死者叫回来，或者让艾德玛斯臣服于我。对了，你刚才说这些碎片在哪里？变形！尽情破坏吧！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真是太可爱了。我会改变你。哇哦，怎么会拖这么久？把碎片拿来给我。卡扎克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等得不耐烦了，决定自己来帮你。我做了个药剂，能在你的战斗中派上用场。我的碎片，我的碎片。嘿，热门的票可不便宜。我的刀刃渴望复仇。好啦好啦，仅凭吩咐，剑刃不怕。相公啊，我别弄坏啊。
小子，慢点！他倒下了，解决他，把碎片抢过来。不行，他已经无力战斗了。懦夫，我来亲自解决。我办不到，这样杀人没有荣誉可言。洛卡拉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但别担心，你下次就可以无情地击垮敌人了。回奥格玛吧，你的任务完成了。在回奥格玛的路上，我们的队伍人数减少了。葛夫回到了雷霆崖，瓦登想去探寻这附近的绿洲，塔姆星说他要去鬼雾峰搜索，他们都想找到更多碎片。我跟布鲁坎抵达奥格玛时，卡尔洛斯正等着我们。小鬼，我听说了你的事迹，还有你的失败，来看看你学了多少功夫，能不能活过我的攻击。惊讶，你居然活着回来了！我通过了贫瘠之地的考验。放水，我也不会。拜托，帮我找找奥格拉。哈！你为什么要放过那个偷走碎片的怪胎？我很同情他，身为部落，我应该要仁慈。哼，同情那些仁慈的懦夫，太软弱了，因为你的心不够狠。是我，那幸好你不是大酋长。完工了，为了大酋长。
挨打啊！任人永不为奴。没有仁慈还算什么荣耀？你要我杀害无力反抗的人？我要你乖乖照我说的做。你还得管好那张嘴，你现在是为大酋长效命的勇士，为下个任务做好准备。我成功了，布鲁坎，我通过卡尔洛斯的考验了。卡尔洛斯对部落的看法错了，怜悯可以化成力量，仁慈也是荣誉。我不该把他当成偶像的，我要遵循自己的原则，相信自己。洛卡拉，这就是最后一刻。